iPhone 8发布时间首曝光，6000元起售。关于 iPhone 8的外形、屏幕、无线充电等规格已经被曝光的一轮又一轮了。今晚推特新晋爆料王分享了一些有趣的信息， iPhone 8何时发布和开卖。具体来说， iPhone 8和 iPhone 7S 将于9月17日发布，9月25日上市。不过9月17日是周日，25日是周一。他随后指出，日期并非是100%肯定的，还需要苹果最后定夺。就目前手头的资料， iPhone 8有望搭载 5.8 英寸的全面屏 OLED 面板，后置垂直双摄，正面 3D 面部识别，分析师给出的最新价格为870美元起步。iPhone 8发布。